Hello， 大家好，本期给大家稍微做一个我最近卖卡的一个小分享吧。因为最近确实每周都会卖很多卡，因为我开了很多盒子，所以有很多乱七八糟卡就能卖就卖了。然后也是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吧，这个视频上传的时候应该都已经到新年了，然后这也是相当于卖卡也回波血。然后首先先来看这儿，这一堆东西全已经在 eBay 上卖完了，就已经有付款了，所以我就准备直接就等会儿就打包一下寄出去。这个首先第一盒卖了一盒这个 NFL 的 Blaster， 这个买的是20多，卖了50。因为 NFL 今天快结束了吧，这赛季，所以赶紧卖了。这个我真的是亏惨了呀。这个我当时脑残手，不知道为什么就买了两盒这个 Prison 的 Drop Pick， 然后两盒好像两盒卖了40刀，所以赶紧出了。这个6代，这个大家如果看我视频知道，这是我从 Target 白嫖的，所以六代大概卖了70多吧，没有，记不太清楚，大概是这个样。然后就是看一下卡。我就是挑了一些最近最火的嘛，就卖了。所以，当然这些球星卡就大家也知道，现在市场就那么回事儿，有火的就赶紧出一下，除了自己想留的以外哈。首先就卖一张加兰的赢哲，我反正就这一张他的 PSA 9了，这张卖了大概90多美元。这个两张莫兰特，因为莫兰特毕竟进那个全明星首发呀，所以当红炸子鸡，所以得卖一张。这个自己评的 Dunross Optical 的 PSA 10，这个卖了120多刀，这个是也是自己评的。马赛克的折射，这个卖了300多一点。然后两张嘴哥，名不符实的嘴哥，好吧，但是卡价也是稍微冲了一下。这个我好早以前买的，然后两张卖了50多刀。然后莫兰特我有一些这个他的马赛克的 base， 所以给他这三张好像40多块钱吧，反正就差不多。你现在真的 base prison 什么的 base 真不值钱。然后莫兰特的两张 hoops 就是10来块钱。然后你看我这还整理出来好多，这还有几张莫兰特的这个马赛克 base， 然后 prison 这些我得等会儿看一下，要么就卖，要么我去送去评级。然后这边还乱是布里吉斯啊、加兰啊，这些都是比较火的人，还有西罗呀，赶紧每周上一点吧。然后大概一周能卖个400-500刀的样子，所以差不多这样。然后这还有一些普尔，然后这些看吧，反正乱七八糟太多了，所以到时候都得卖。然后之后就是打包，估计打包也我得花点时间，所以打包后再给大家看一下。 OK， 打包完了。但是呢，打包时候发现这个东西还没有付款，还在等那个买家付款，然后这个东西也还没有付款，所以也在等买家付款。然后其他的这都是自己打印，美国这边就是自己有打印机的话就可以把这些 label 打上去，然后包装反正准备好了，然后再把它贴上去，就周一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再去那个 USPS drop off 一下就行了，差不多。然后我再想想今天可能晚上的时候再上另外一波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就差不多是一个卖卡的日常，好吧。最近确实卖了不少，这个每周都会上一波，所以小小回一回血，好吧。在这个差不多这期视频，然后再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好吧。新年明年拆卡就是各种 CC RPA， 然后杰伦格林莫布利什么的一顿拆，好吧。咱们下期再见。